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像吃向肺胃阴液的沙参麦冬汤，啊，治疗下焦阴液肝肾子阴不足的加减复脉汤，啊，以及肝咸合用的啊增益汤等等，这个在临床上都是非常常用的，啊，这些养阴方。那么具体的养阴法，我们把它归一下啊，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肝寒神经法，代表方就是沙参麦冬汤、益胃汤。那它用的药物主要是肝寒一些药物啊，沙参、麦冬、生地啊、梨子、石斛、天花粉啊、玉竹等等，全是肝寒药物啊，肝寒药物。第二个呢是咸寒肝润法。那当然，实际上也包括一部分酸味药，那么治疗是下焦病变的啊。代表方就是加减复脉汤啊。当然，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下焦治痉时候提到其他的一些方子，都跟滋养肾水有关的啊，黄连五加汤也好啊，清热比较汤也好，都跟是啊用咸寒的药物都有关系。还有呢，酸肝化瘀法里面所用的药物呢，像刚才我提到的生脉散啊。还有呢，连梅汤，啊，连梅汤里面是有酸甘的，也有苦，啊，苦味药，哦，黄连，甘苦合化，啊，甘苦合化。还有像那个地黄鱼凉汤，啊，麦冬麻仁汤，啊，等等，那里面是有酸甘化阴的这个治法。那里面提到一个生脉散。提到生脉散呢，我想说明两点。第一点，生脉散有人提出来是治疗储病的一个方子，那么这个说法呢，前人已经有过啊澄清了，生脉散不是治疗储病的，但是它治疗储病当中气阴大伤以后造成精气外脱，那么这时候生脉散是要用的，但是它治疗病症是啊纯虚无邪的，治疗虚症的，不是治疗储邪的啊，不能把它作为是治疗储邪的一个方子，但在储病里面常用，为什么呢？因为储病容易造成精气的耗伤，甚至造成精气外脱，那么这时候用生脉散，这个是一个说明。第二，关于生脉散的现代研究，那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生脉散在那个因为是个名方了，同时它组成相对来讲也比较简单，那就三味药，所以它历来是方剂学研究当中一个重点。那我们南京呢，像那个中国药科大学，就是原来的南京药学院啊，有个副院长，他是我国60年代初最早的西学中人员之一。他的西学中是搞西药的学中医，哈，搞西药的人和其他搞西医的人一起啊。参加了西学中班，学习中医，学了2年中医，学了以后又回到药学院。那么他是搞什么？就搞中药研究了。他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子就是生脉散，啊。那么他研究很有体会，因为他研究时间相当长，从文革前就开始研究，那么到文革以后呢继续研究，而且拿了不少大的课题，啊。那么前后他讲研究。生脉散的啊，研究生有几十个，经费啊1000万以上。那么他说研究了，他讲了一个心得啊，我听了以后也，因为有一次我们是开会坐回来时候，那个坐在那个小车上面，是1-2个小时去聊这个事啊，他说有这个体会，说中医的方子啊里面确实是啊，也可以说博大精深嘛。也就是从现在的观点去理解很难理解，他比如他举个例子，生脉散这三味药啊，人参、麦冬、五味子，他原来研究想进行筛选，这三味药到底哪一味在起作用，是吧？那么这个很简单，他筛选以后发现三味药都不能动的，去掉里面任何一味药作用明显减轻，不是减轻一点点，而是明显减轻，甚至就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三味药不能动，动了以后他的做的一些药效实验就差别很大，
啊，所以现在讲所谓的黄金搭档啊，三味药因为都拿不掉。那么后来他一想，那么再来研究这个他的那个三味药的组合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剂量，对吧？那么用不同的比例去配三味药，各种剂量配，找出一个最佳的剂量。结果他说研究了一两年，做了大量的实验，做出来元素当中剂量是最佳剂量。是吧？你把元素的剂量改动一下，哪一味要增加一点，效果就不如元素剂量。哎，他说这个古人不可思议，他说剂量怎么搞出来的？是吧？这么临床上凭经验，他说也不能做得这样细啊，是吧？他就感到这个中药的方剂啊，确实是里面非常深奥啊。他说我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么长时间研究到后来，好像就是验证了一下古方的正确，这个啊方剂配伍也好，剂量的啊使用也是最好的，那无非就证明了一下的，他没找到新的东西。当然我们后来好像是在技术上进行研究的，包括我们教研室里面在生脉上里面好像进行了一些筛选啊，最后也找到了里面麦冬在里面起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不是全面作用啊，包括像那个啊生抗休克治疗这个脉冬作用不是太好，但是在治疗心血管疾病啊，对保护血管内壁细胞方面，这个生脉散啊，当然也是常用药，大家知道治疗心脏病啊，这个生脉口服液用的很多的，那么就把它原来治疗气运外脱的这个作用就移到内科脏病当中治疗心脏病了，是吧？因为证明对治疗心血管疾病也不错。那么我们筛选呢，就是里面脉冬效果特别特殊啊，而且也提取了它一些成分啊，这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这个是生脉散的研究的概况，是吧？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当然不能讲的太多。这个是属于酸甘化瘿法。那另外呢，还有甘苦合化，或者叫苦甘合化。那么就甘味药跟甘寒药物跟苦寒药物合用，也就是啊前面提到的冬地三黄汤啊。还有呢，加解黄连乌加汤，它也是个甘寒药物跟苦寒药物合用的。那这个是有关温脾调病当中主要的治法啊，清发、下发、养阴发，我们提了几个主要治法讨论一下。至今呢，我刚才已经介绍了，不讲了啊。那么上面呢，我们就是按照教材上的内容，把它一些主要内容呢做了一个介绍。那具体的还有温脾调病当中，它是以病名为目，就它是讨论一个一个病的，所以它大量的内容主要篇幅还是讲各种具体的病出现的不同的病症，然后我们现在讲就是症候类型应该怎么辨治，这个是它大量的内容，但这个内容呢太多了。那这里我们简单的提个要点啊，一个是温病调病当中有关表症的症治啊，这里面就温病初期邪犯肺胃啊，邪犯肺胃的啊，也就是他所讲的啊，凡病温者死于上焦，在手太阴，那么这是指温病当中一部分啊，包括风温在内啊，通过呼吸道传播的这些疾病，初期时候往往是表现为邪犯肺胃。那么这里面呢，就提到有几个问题，一个他在原文当中讲到了用桂枝汤的问题啊，就邪犯肺胃啊，出现有发热恶寒的，他提出用桂枝汤；发热不恶寒的，用银霞散啊，这个。后世当然对他这个原文提出了啊是非常严厉的批评啊，因为吴敬农本人在多数场合都是反对温病初期表症时候使用辛温发汗药的，使用辛温解表药，那么怎么自己又来个桂枝汤，而且银霞散的使用怎么叫发热不寒才用银霞散，那么成了治疗气温症偏偏的，是吧？那明明你是自己讲是治疗病邪在表，应该是发热兼有恶寒才用的，自相矛盾。
那这条条文呢是在理解时要注意一下。那么怎么注意呢？一个，我们要理解吴继通这么写的真实的含义。啊，他在那个其他场合，包括在他后面的杂述当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说明的。他实际上提出来，温病的治疗开始携带肺胃应该是用银翔散的，所以他杂述当中有一篇的篇名就叫本论起于银翔散，就我们这本书啊从银翔散开始讨论的。但他原文上他也来给把个桂枝汤放前面，他也做了解释啊，什么原因呢？就避免后世的人来说他背离了张仲景，因为张仲景大家知道伤害了桂枝汤是第一方，他说你张仲景第一方，我也是第一方，那我是还是尊重你张仲景的，是吧？他是为了避免后人说他啊离经叛道，所以啊做了这么一个处理，但是呢效果是适得其反，不仅是伤害学家不认可，因为忙下来一个银翔散，伤害学家不认可，连温病学家都不认可，两面不讨好，哈哈。但是我们理解他是这样，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对携带肺胃的啊温病初期用桂枝汤，他是反对用桂枝汤，他实际上就是用银翔散，这个呢应该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是为什么啊提出桂枝汤的问题，啊，他这个温病条病很有意思的，啊，初期第一方是桂枝汤，最后病后的调理最后一方也是桂枝汤。他就是要显示自己对那个张仲景的啊尊重啊。那么还原呢，就是关于银翔散和另外一个清凉解表剂，就是商君运的使用问题。那么这里很多大家在以前学方剂学时候都提到过的，比如他两者治疗的重点啊，银翔散治疗的重点是表是比较重的。那么商君运呢，它治疗是以啊肺气失宣出现咳嗽为主要表现，啊，所以它一个是属于心凉平剂啊，一个属于心凉清剂啊。这是温病主要是风温病为代表的初期携犯肺胃的症治问题，啊，当然这个内容很多，那么在临床的运用也是目前是最多的，那特别是我们现在市场上面市售的一些中成药治疗感冒流感的，有一半以上都是从银翔散演变过来的，尽管名称五花八门，那我上次也讲到了啊，101药业研制了莲花清瘟胶囊，莲花就是银翔，是吧？那么其他的一些中成药很多的都是用银翔散为基础，所以说明它在现在临床应用非常广泛，而且银翔散治疗的病种那就也相当多，不仅是温病当中携犯肺胃，在其他的啊临床各科包括皮肤病当中用的也比较多的啊，所以这个方式还是对后世影响很大的。第二个呢是关于楚温病初期兼有表寒外束的这么一个病症啊，实际上就是在温病条病里提出来的一个新加香露饮。那么他治疗病症我们在本科阶段也介绍过的，是在夏季啊或者夏秋之交长夏之节见到的内有楚湿外有表寒，所以简单一点就是夏季的感冒。那么夏季的感冒它有表寒症和冬季感冒啊出现的寒气代表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的，因为这些病人他有楚湿在里的表现，比如说有胸脘的痞满，有舌苔可以比较腻啊，那么这一系列表现不是伤寒的表现，所以它不是单纯的一个伤寒，但是它也是表寒在表啊，有外寒在表。那么对这种病症的治疗呢，既然有外表有寒邪，那么要用辛温解表，但是它辛温解表所用的药物
是特定的，用香炉，不是用其他的啊新闻发汗的药物，新闻解表的药物，当然根本是用麻黄了。那古人当然也讲过，大家学本科时候都提到是吧？夏月是用香炉，又冬天是用麻黄了。夏天对表汗症是用香炉，冬天才用麻黄，因为香炉除了它有新闻发汗的作用以外，它还有化湿啊去除的作用。它因为本身它也是芳香。像我们做那个夏季感冒冲剂时候，使用了香炉的挥发油，它是挥发油成分是它作用的主要部位，所以它是芳香的，芳香就可以化湿了，当然它有明显的发汗作用，我们讲香炉的芳香，这个芳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冲剂啊。尽管临床效果是很好，夏季感冒夏天时候受凉了，或者是空调开得过低了，晚上睡觉睡着了，或者是电风扇吹的睡着了等等，因为夏天受凉的机会还是很多的。那么用了以后，很快症状就缓解，效果是很好，但是它味道不太好，这味道主要是香炉的味道，也是香炉油的味道，所以我们讲芳香。表面上这个芳香好像一般花朵是吧，这种好闻的味道叫芳香，它这个味道也叫芳香，但是有个怪味，这个怪味呢倒不是说它味道有多大，你闻上去呢还觉得没有多大味道，只要吃到嘴里一股特殊的味道，打个比喻，什么像什么味道呢，就像那个臭抹布的味道，有这么一种令人不太愉快的味道但是它临床效果好，但是这个味道呢，后来搞中药的有人讲也可以校正的啊，也可以校。后来这个药呢，我们没继续开发下去，那么这个是新疆香炉饮在临床上运用时掌握它的配伍特点，这里面也举出了第一个，强调要晒寒，要用辛温的药来发汗，来驱除表寒。这就用就是香炉了。第二个呢，不要用过分苦寒的药物。尽管香炉饮是有用黄连的这个例子的，但是呢，在新疆香炉饮里，它主要是用配合了银花连翘，不是太苦寒的。第三个，那么它在临床运用时候要取汗，也就是用了一个让病人出身汗。因为这种病人呢，往往因为他是表寒症呢，往往是身上没有汗的，同时伴有什么浑身肌肉的酸痛沉重。那我们在讲义里面讲到，身形如拘啊，就像身上绑了绳子一样，这种感觉不舒服。那么吃了以后叫病人出点汗，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很快就解决了。所以让病人出点汗，让病人出汗方法很多是吧？多喝点开水啊，或者多盖点东西啊，那就出汗了啊。另外呢，在那个《全真白的湿热病病》里也提到这个香炉饮的加减，也可以参考。这个是第二种情况啊。第三种呢，表症是腹楚兼表湿症腹楚这个病兼有表湿症。那么其中呢，又分为腹楚发育气氛的。和发育年份的不同，发育气氛的经由表示症的一般是储邪加湿的，加有湿邪的，那么它的主要表现发热、面赤、心烦、口渴、舌苔呢白腻、脉如梭，是储邪加湿，那病呢在气氛，同时经由表症。怀疑中的发育年份的，发育年份呢加湿就不明显。没有什么加湿的表现，就单纯是一个温热止邪。那么它的表现呢，就是色红、色少苔，甚至于表现为色光降，从早期舌头的上面没苔，满色红降，口渴不胜渴饮，心烦不寐，甚至有的出现斑点隐隐。那这个是什么？发于淫愤来进行表证的。那么它的治疗多是用营销散加减。
只是发于气氛的，在营养站基础上配合啊一些清除热化湿的药物，而发于营分的是配合一些清营滋养营阴的药物，这是附属病的表征。那怀孕呢是湿温初期的表征，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几次，包括讲到湿温初期的治疗三进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啊。那么它的治疗特点啊，是宣开肺气来化湿。那所以呢，代表方呢举出了三仁汤，啊，三仁汤，三仁汤的治方特点在方剂学里面大家都学过的，但是它体现了一个什么？就治疗湿邪上中下病治，分消走邪。所以既有治上的，也有治中的，也有诞生啊治疗湿邪在下的药物。那么这个三仁汤呢，在现代临床报道里面有很多是用三仁汤加减治疗湿温病的全过程，就只要诊断是湿温病，不管它是初期也好，病程当中也好，还是后期啊，全用三仁汤加减啊。所以我们可能标题三仁汤加减治疗湿温病临床总结，这个材料比较多。那为什么三仁汤加减能治湿温病全过程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湿温病的特殊临床表现，就是主要病变在气氛阶段，它显然三仁汤不能治疗湿温病的辨证，不能治疗它的辨厥。那么但是现在临床上呢，辨厥几乎是看不到啊，都是证据，啊，所以它能可以用三仁汤作为一个方子进行加减啊，无非早期加减宣表的或者化湿的药为主，那湿热病症的时候呢，加重清热药，后期呢以清热为主啊，就在三仁汤里变啊，所以看到临床报道，假使用三仁汤治疗湿温病也不奇怪，这是一个啊现代临床的一个特殊的表现所决定的啊，并不代表湿温病就可以用三仁汤来治疗它全过程。那我们讲义上面好像是提到它一化烧的过程，有热血的变化，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是吧？因为像秋燥初期的症治，那么它和风温病呢有一点类似地方啊，但是呢它初期时候少象表现比较明确，比较明显啊，所以它的治疗呢在初期时候一方面要心善宣肺啊，另外要配合有生津药物啊，使用甘凉乳润的方子啊。那么这是有关啊温病调配当中表征的治疗。第二是阳明病的症治，阳明病症治内容呢大家很熟悉的啊，主要是一个针对阳明经证与阳明扶证的，那么这个在上案里面也讨论过。另外他还提到阳明病当中出现的就是啊正虚邪摄，包括阳明邪热亢盛时候由阳明热炽气阴受伤的，当然在伤寒里面有没有这个内容呢？有的啊，但当时用药比较简单，就是白胡汤再加个人参啊。那但是呢在温病调病里面对这个热盛经伤它的治疗方法就比较多，除了由白胡加人参汤以外，你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冬季三黄汤啊，它也是治疗这个病症的啊，邪热比较盛，但是因为明显受伤了啊。那么阳明腑实症的治疗就是阳明热气症的治疗，那么这里也提到啊这个一些具体的方法，包括一些那个工部兼施的，我们在刚才介绍下发的运用时也提到了，再来这里不讲啊，这里承气的变化运用啊，我们再看如新加黄龙汤、宣梅承气汤、道枝承气汤、圆黄承气汤、增益承气汤啊，还有承气小金龙汤，内容呢刚才我们介绍过了。另外呢才讨论了啊下后的诸症，就是在使用下发以后出现的一些病症啊，这里面有的刚才我在讲啊治性的时候提到，比如下后的啊肾虚问题，这里面依据了七种情况啊，这个不去具体一讨论啊。另外呢提到了那个腐蚀
倒置的婚簪啊，这个呢，我们刚才讲到下发的运用时候也谈到这种情啊，就是治疗婚簪的时候配合功效。那么另外呢，在五米条命里面一个重点就是治疗痴呆病啊，痴呆病呢就是它政治内容体现了痴呆病的病变中心是在脾胃啊，那么它的发展的病理特点呢，就是从湿邪偏重逐步逐步到湿邪逐步化热化火化燥啊，热邪逐渐加重，出现了是病重后期出现了以热为主啊，另外呢到后期湿邪完全化掉，那么这个它的传变和患者的中气的盛衰密切相关，这个呢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温热论啊湿热病篇这个精神都是一致的，这总的来讲痴呆病的特点。那痴呆病治疗的原则在温脾调命里强调要分解湿热，湿热病治啊。那么这个主要的政治内容在讲义上面列了很多，因为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不一一讨论了啊。还有呢就是少症的政治，少症虽然啊于家言在他的医病法论里面提出秋燥这个病，但是呢注意温病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病种在温病调病当中对秋燥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而且他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他温病调病写好以后啊，过了好多年再版的时候他专门又补了一段关于秋燥胃病的这么一个内容，又重新补进去了啊，其他地方没动，就是在少症上面进行补充。这个少症呢在温病的那个历史上面它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对少症的性质包括它是疏寒还是说热，是阴邪还是阳邪啊，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现在比较通常承认的就是少邪本身不能分它寒热的，如果是发病接近在夏季的就初秋的，加上啊天气久晴无雨啊秋阳已暴，老是太阳好得很，那么它的少就偏于温少的啊，具有温热性质的特点。如果它已经接近冬天了，那么这个秋少气就偏凉了，那这不具有温热性质，相反的具有寒凉性质，所以这个我们通常实际上是这样认为的啊。那么吴秋冬这个问题呢，他也能说，但是他是从少的肾气跟腹气来解释这个问题的啊，那么具体我们不去多谈。还有呢就是关于下焦病的政治，下焦病政治呢刚才讲到下焦治境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啊，它是以下焦肾阴不足或者说是叫肝肾阴伤作为一个基本病理，讨论了下焦病的许多病症啊。当下焦病那个从三焦啊手术脏腑来讲，它是指肝肾病变，但是我们注意温病调病下焦篇的内容并不是仅仅讨论了肝肾病变，它还包括了像膀胱啊包公啊也甚至部分是肠道病变，所以下焦篇的病症呢它讨论相对来讲比较扎一点啊，比较扎一点。那么我这个我以前也老早就专门写过论文讨论过这个问题。它不像上焦片、中焦片，它讨论病症啊比较明确。下焦片当然它前面一些条文十几条基本上都讲的肝肾病变，但到后来就不是了，又扎了一些其他病，包括它后期的调理啊，后期调理的病症它也放到下焦片里讨论了。啊，因为他不好再另外分一篇来专门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大家如果看原著书呢，注意这个问题啊。那另外呢，像五米条病里面对几个病症啊，这里面我们专门讨论了一下，比如说五米当出现的筋聚的问题啊，筋病的症治。那么这里面呢，在三焦篇里都谈到这个五米当中出现的筋的问题，而且
他论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他后面啊，一个解儿难，虽然是个儿科疾病的专著里面讨论这个经，讨论内容比较多的，所以可以把它结合起来啊，就结合后面解儿难的一些啊论述的内容。华严呢就是他的神问的探讨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讲义里面讲到的神问的两大类型啊，一个是日毗心包，一个是深降坛蒙蔽心包。那么这个主要内容呢在文明条篇都有，但是它深降坛蒙蔽心包证呢在文明条篇里面跟我们讲义上讲的教科书上讲的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神问的病症比我们现在啊文明序当中教材当中介绍的要多啊，类型要多，包括啊由于上焦病变出现的神昏，中焦病变出现的神昏和下焦病变出现的神昏啊，这个具体内容大家可以看教材啊。另外呢还有关于温病后期的调理问题啊，也提出了很多的自发啊，上面列举的是吧，那个一些基本自发啊有很多发。另外呢调养上面的一些规律性的问题，这个是后期调理问题啊，文明条篇里有大量的写论述。那么关于文明条篇的主要内容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当然这个文明条篇内容是很多的了啊，即使时间再多一点也不可能从头讨论到尾，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吧，可以看看文明条篇原文，因为这是学习文明学的啊两大参考书啊，古代的参考书两大参考书之一，一个是文殊经纬，一个是文明条篇啊，特别是从事这方面临床的那更是要注意看文明条篇。那么我们讨论学习文明条篇实际上就是在主要学习一天式的理论和他的临床经验啊，间接的学习一天式的经验，所以里面很多内容非常宝贵，而且呢对于指导临床各科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帮助啊，有很多的需要发掘的地方。那么文明条篇的内容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那么我们有关文明的三篇原著啊就大体做一个这么一个介绍。